在我们离开华严堂之前，好不好？我们存着信心，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。我们一起起立，好吗？谢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共聚一堂，来思考、回想周牧师在人生之中怎么样燃烧自己。有时候是一头烧，有时候两头烧，甚至于四头烧。主啊，这一些都成为我们侍奉主、跟从主的典范。恳求主透过这个音乐会，让我们在思想到你的典范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有一个跟随效法的榜样。我们更知道终极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让我们也缅怀周牧师的时候更仰望耶稣基督。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主，我们要回去继续的跟随你。在离开这个会场之前，我们仰望这位天上的主宰，我们也凭着信心领受你要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坐。再次感谢各位出席，晚安。